两大家族齐聚王牌，为争夺宝箱互不相让。这一期黄磊老师来当队长了，还有我们第一季的大魔王白百合，这可是让王祖蓝整整一季都没有赢过的大魔王啊。黄磊老师带领的麻烦家族空降王牌，为什么说是麻烦家族呢？麻烦的是有刘宪华，这是一个往死里作的男人啊。另外一对就是来自徐静蕾家族的沙溢、林道，同时也来宣传他们的新电影《绑架者》。一听说是武打片，我就来劲了，所以明道就来了一场武打戏，一看就知道下了不少的功夫。这不，在一旁看着的我们的大华哥嘴里没闲着，一直喊着我可以，这个我可以，于是就给了我们大华哥一个机会好好表现一下。你别说，这大华哥打的还是有几分男子气来的，除了这是一场梦以外都没什么毛病的。看了大华哥的表演以后，我终于知道什么叫做梦和现实是相反的，原来这句话是真的啊。这不，你看大华哥不是在一条五吗？哦不对，其实是五条一，真是可怜。接下来默契一家人的环节，又是黑洞华的个人秀了。我们大华哥的脑洞总是让我欲罢不能，我一直在想这孩子小时候头撞了什么墙。但是让我没想到的是，还有和大华哥不相上下的黑洞王，在王源极致的记忆力下传给沙溢会是这样的画面，大家感受一下。干什么？带我干什么？千万中间那个撑住，所以下一轮怎么安排人？好嘛，这原本就是记台词的游戏。刚才你老沙怎么说来着？你比大华有优势的地方就是你认识字，但是你认识字你要告诉别人啊。你这个表情和动作我是真的给满分了，但是你倒是抓紧时间告诉明道所有的台词啊。你看你把明道读的把词都扭曲了，不可能，我一定要打死你这个孩子。我想你所有的队友口中的这个孩子应该是你才对吧，不然多不公平了。在最后一个游戏环节齐心协力中，五个队员都要站在一个高台上，但是大家在尝试一个人站上去的时候，画风是这样的。没错，这不就是超级玛丽吗？第一次尝试居然没有一个人能站上去，但是当正式开始的时候，大家都一一站上去了，感觉瞬间开了挂一样。除了一个人以外，没错，就是我们的大华哥，他是站上去了，但是他站上去的过程极其痛苦，痛苦到我一直在笑，都停不下来了。看一次要笑一次，不信你自己看。最后一个动作，我竟然看出了成龙大哥的即视感。说实话，我在这里对大华哥黑转粉了。我亲爱的妹妹，宝箱最终开启了。宝箱里面的宝物是什么呢？就是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写给别人的信，有自己的偶像，有自己的姐姐，还有自己的妹妹，还有自己的剧组，这都是他们心中想要感谢的人，爱的人。没事，都明白。对，然后就是哎呀，行了行了行了。